Hello，大家好。现在好多小伙伴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比特币啊，我也比较纳闷啊，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要想买比特币的啊？于是呢，我做了一套详细的教程。那么咱们重点来说一下啊，如何100%安全的购买比特币。如果你是新手，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话，也不用担心。这个教程呢是零基础的入门必看教程，新手小白也可以理解学会。在接触数字货币之前，我给大家做一个高能警告：币圈的骗子和骗局非常的多。咱们新手朋友一定要小心。本期视频呢会教你怎么识别交易所里的骗子还有骗局，然后我再把买币卖币。然后提现出金的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什么是提现出金呢？就是说把我们的数字货币再换成我们的人民币存到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卡里啊。下面咱们细说，这里咱们一带而过。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完视频之后再去操作。我们来看一下教程目录。这个教程分为五个步骤。第一步是怎么注册交易所账号。第二步呢，我们要在手机上安装交易所的 APP 啊，用来我们方便我们的操作。第三步，我们要对账号的安全进行一下设置啊，这一步非常重要。下面呢就是如何购买 USDT。最后我通过实战演示的方式把买币卖币提现出金给大家演示一遍。第一步呢，我们需要注册一个 OE 交易所的账号。为什么选择 OE 交易所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三大交易所分别是 OE、币安和火币。目前呢，只有 OE 交易所才支持大陆用户注册，币安和火币已经不支持了。另外呢，手续费也比较低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很清楚的看到每个交易所的对比情况。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讲解。下面咱们开始注册。注册方法呢也十分简单，我会把注册链接放到视频下方，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这里呢，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用下面这个链接？因为使用这个链接注册的话，你会终身减免20%的手续费啊，是非常划算的。打开链接后，直接到达注册页面，我们填写手机号或者是邮箱都可以进行注册。填写上之后，然后点击领取盲盒，它会给我们发送一个验证码，填写上去就可以注册成功了，非常的简单。现在呢，官方有一个活动，注册完成它会奖励一个盲盒。当然了，它这个说的肯定比较多啊，一般情况只能开出来几十块钱吧啊，具体的话要看运气啊，你可能运气好，说不定你能开出这么多，对吧？第二步呢，我们需要在手机上安装 OE APP， 安卓手机的话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直接从官网扫码下载就行。我们来看一下，在官网的右上角，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箭头，大家可以看到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我们把鼠标移动上去之后，它会弹出一个二维码，直接拿手机扫码下载就行了，非常的简单。咱们重点来说一下苹果手机怎么安装。因为国内的苹果应用商店里没有 OE APP 啊，你是下载不了的。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海外的苹果 ID。这个海外 ID 怎么获得啊？我们来直接通过百度搜索购买苹果 ID 啊，使用谷歌也可以啊，里面有很多都是卖账号的啊，直接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就行了啊，好多都是啊，基本上一搜一大堆。有了账号之后呢，我们就需要把第三步，我们对交易所的账号进行一下安全设置。在登录 APP 后啊，不要着急买币，一定要先设置好安全信息。这里呢，我们需要完成两步操作，第一步叫身份认证，第二步叫安全设置。下面大家跟我一步一步进行操作。打开 APP 之后，我们点左上角，这里有身份认证。在身份认证里面啊，分为基础认证、高级认证和视频认证。我们呢，完成第一项基础认证啊，就可以进行买币了啊。如果你以后的交易量大啊，你可以把这个高级认证啊进行一下认证。然后我们返回一下，看下面的安全中心。安全设置里面呢，它有四种选项供我们选择，有谷歌验证器，还有邮箱验证、手机验证，还有防钓鱼码。我呢选择的是邮箱和手机啊，这里呢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啊进行选择啊，有的人喜欢用谷歌验证器的啊，就把这个打开。到这一步，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啊就已经完成了。第四步呢，我们就需要购买 USDT 了。到这里呢，很多同学就比较纳闷了，什么是 USDT 啊？为什么要买它呢？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USDT 啊，我们的中文名我们把它叫做泰达币。我们简称为 USDT 啊，很多时候呢，我们通常把它叫做 U， 它呢是一种稳定价值的货币 ，EU 就等于一美元。我们账号里的 USDT 啊，是随时可以按照美元的汇率兑换成我们的人民币的。在我们的真实世界当中，美元就是一种通用货币。同样，在我们的虚拟货币当中，也需要有一种通用货币啊，那就是泰达币。那么我们需要购买比特币啊、狗狗币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呢，人民币是不能直接购买的。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先使用人民币兑换成 USDT。然后再使用 USDT 啊购买我们的比特币、以太坊啊这些数字货币，它呢是一种这样的流程关系。下面呢，大家跟我一起进行一下购买 USDT 的实战操作。它的流程呢，这里有，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下面咱们看我操作，在 APP 首页呢，我们点击我要买币，弹出一个选项啊，我们选择 C2C 买币。这里呢有很多商家，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购买泰达币。这里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一定要选择交易量大的商家，防止呢我们的银行卡被封。我们来看一下交易量在哪里显示啊，大家仔细看。每一个商家后面都有它的成交量，大家看到了吧？我们要选择成交量高一些的啊，这个是6000多，你再往下找一找，
你看这个成交量只有59，这样的大家不要选择，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比较高的。大家看这里呢有一个12000多的啊，所以说呢我们选择这个商家还是比较靠谱的。我们直接点击购买，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写入我们想要买入的金额，比如说我要想买1000的啊，我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买多少写多少。写上购买的金额之后呢，我们直接点下方的购买 USDT 啊，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现在呢 APP 上提示请使用支付宝转账啊，不同的商家支持不同的支付方式啊，可以是银行卡、微信啊，或者是支付宝啊，当然了这个商家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下面呢就是它的支付信息，上面有提示啊，有我们的购买金额，有对方的收款信息啊，叫陈叶啊，对方的支付宝账号。我们呢打开支付宝给这个陈叶进行转账就可以了。这里呢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使用自己姓名的账户进行转账啊，否则的话对方会扣一部分的手续费，然后会把钱再给你退回来，这里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假设呢我们现在已经转完账了，在转完账之后，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一定要及时回到 OEAPP 当中点一下我已转账通知卖家，这样呢卖家就会及时的把 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当中。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过一段时间这个订单就会取消掉啊，我们的钱就会白转了。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转完账来点一下我已完成转账，就是这个按钮。这一点啊我重复了2遍，大家一定要注意，在你点完这个按钮之后 USDT 啊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当中。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账户信息啊，我们直接点返回，回到首页之后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资产，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账户信息。我这个账户呢现在有 99.99 USDT， 你的 USDT 到账之后呢就会在这里显示了。有了 USDT， 下一步我们就可以购买比特币了。第五步呢就到了我们的实战演示阶段，我将从买币到提现全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我们开始买币的第一步呢，就是需要把资金账户里的钱转入到交易账户。有的同学就比较纳闷了，都是我的钱，为什么有一个是资金账户，有一个是交易账户呢？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顾名思义，资金账户就是我们的钱在这里存放着，那么交易账户很好理解啊，就是我们拿出多少钱进行交易。比如说我们的账户中有10000U，但是呢我们不是全部都拿来进行交易，我们可以拿出1000U进行交易，剩下的还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存放着。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在 APP 当中我们直接点资产，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啊，我们可以将资金账户的钱转到交易账户，同样也可以将交易账户里的钱转到资金账户。下面呢我们写入金额，转多少就在这里写多少啊，我们可以直接点最大，点击确定就可以了。我们返回看一下，现在资金账户里的钱就是0，交易账户就是 99.99。 下面呢咱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数字货币了，我们点击中间的交易按钮。第一次操作的朋友看到这个界面会比较发懵啊，有好多按钮和数字啊，下面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在最上方这里是选择币种，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比特币，然后选择现货交易，也就是第一个。如果你想买以太坊的话，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以太坊就可以啊，以太坊的缩写是 ETH 啊，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同样也是选择最上面的现货交易。我们继续往下看，这里呢一个买入一个卖出啊，买入我们就点左边的啊，卖出我们就点右边的，很好理解。再往下看，这里呢是让我们选择委托方式，它呢有好多种委托方式，最常用的是现价委托和市价委托。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市价委托就是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比如当前的价格是多少，我们看一下是1873。如果我们选择市价委托，我们就会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但是有的同学想等价格低一些了再买，这时候我们就用到的功能叫做现价委托，它的意思就是说等跌到我们想要的价格后自动进行成交。比如现在我们想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再买，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现价委托，把价格这里修改一下，改成1800，这样设置之后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就会自动买入。咱们继续往下看，数量这里我们不用管，我们只需要把金额这里填上就可以了。比如我想买 1000U， 我们这里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那么 1000U 就可以买到 0.55 个以太坊，这里呢它是自动帮我们计算的，我们直接点入买入就可以了。当然我的账户里现在只有 99U 是不够的，它这里呢就提示余额不足。好了，买入操作呢我就说到这里，是不是非常简单？下面咱们来算一笔账，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600，等过了2天以太坊的价格涨到了1700，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收益，是不是就用1700减去1600就是我们盈利的部分，就相当于我们赚了 100U 啊，也就是100美金。假设咱们现在已经赚了 100U 了，想要把币卖掉应该怎么操作呢？我们来看一下，回到我们的交易界面，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卖出了，对不对？我们选择卖出，下面的委托方式这里我们选择市价委托，然后选择我们要卖出的数量。这里呢有一个滑动条，我们可以选择卖出 50%， 也可以选择卖出 100%。 100% 的意思就是说把我们持有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卖出，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情况自己选择，然后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是不是非常简单？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下如何把赚到的U提现到银行卡、支付宝或者微信啊，这三项都是可以的。首先呢第一步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收款账号，这个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也可以是微信啊，或者是支付宝。下面大家看我演示，打开 APP 后我们需要在我要买币这里设置一下收款账号 C2C 买币，选择右下角我的，这里有一个收款账号管理，我们进去之后需要在右上角添加一下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支付宝、微信都可以，这个呢大家自行选择。添加好账号之后，第二步我们需要从 OE 里挑选一个可靠的买家，在 APP 里选择我要买币。有同学会比较纳闷啊，我们不是要卖币吗？怎么要进买币呢？这里呢买币和卖币是在一个板块 C2C 买币。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一个购买一个出售啊，我们这一次呢是选择出售。在出售列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商家，我们怎么选择呢？第一步我们要看它的成交量啊，这个是11000，这个是20000，下面这个是5000，所以说呢我们优先选择12000的这个商家，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商家的注册日期，这个商家呢他是2022年11月成为商家，我们换一个看看。好，这个呢大家看他是2023年4月份刚刚成为商家的，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一些比较老的商家，也就是说注册日期比较久的，像刚才这个就不错，浩宇商行12000的这个就不错，注册时间也够久，然后呢成交量也非常高，像这样的商家就是比较靠谱的。下一步我们直接点击出售，在这里写上出售的数量，然后点击出售就可以了。我们来试一下，我写一个2U，然后点击出售，然后出现一个确认窗口，我们直接点卖出，这个时候买家那里就会收到订单信息，我们呢只需等着他给我们转账就可以了。一般情况呢只需要2分钟，等他给我们转账之后，我们的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买家已付款。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点击我已收到付款，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你需要登录到你的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里，查看一下是否到账，等确认无误之后，再到 APP 当中点击我已收到付款，点击这个按钮之后，你的 USDT 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就完成了。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在卖币的时候一定要亲自登录银行卡或者支付宝，查看是否到账，到账之后再来点击这个按钮我已收到付款。这里呢大家一定要谨慎，因为你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USDT 就会转到对方账户当中，这个呢就像我们淘宝买东西的时候确认收货一样，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此为止呢我们的入门实战教程就已经结束了，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到视频下方进行留言，我会给大家一一解答。想要了解更多币圈知识的小伙伴可以关注我的频道炒币大师兄，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最新币圈资讯。好，谢谢大家的观看。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9日起开始预报名，有什么流程？需要准备哪些信息？这份考研报名攻略速查收。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网上预报名时间为10月9日至10月12日，每日9点到22点。网上报名时间为10月15日至10月28日，每日9点到22点。考生应按照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填报志愿。每名考生只能填报一个招生单位的一个专业志愿。特别提醒，请考生合理安排网上报名时间，尽量避开报名初期、末期网站访问高峰，错峰填报。考生网上报名结束后，应密切关注网上确认安排。网上确认未通过的，无法参加初试。注：研招统考网报系统填写考生信息功能8日已开通，此功能将持续开通到10月28日22点统考正式报名结束。大家不需要急着在第一天填报信息，记得避开访问高峰。网上报名期间，考生可自行修改或重新填报网上报名信息，但每位考生只能保留一条有效报名信息，逾期不得修改或重新填报网上报名信息。2025考研网上报名流程。2、实名注册。考生应牢记实名注册的学信网用户名和密码，后期的信息查询。
准考证下载和调剂等环节仍然需要使用。报名期间，考生可自行修改网上报名信息或重新填报报名信息。每位考生只能保留一条有效报名信息，无需重复注册。三、填写考生信息。一、考生信息包括学籍学历、基本信息、户籍档案、家庭主要成员、学习与工作经历、奖惩情况、联系方式。考生应认真阅读报名页面的提示信息，如实准确填写。二、考生必须使用半角英文输入法填写信息，带的文本框为必填内容。三、考生填写的学历、学籍信息系统会进行校验，校验结果供考生查看。未能通过学历、学籍网上校验的考生，应在招生单位规定时间内完成学历、学籍核验。五、家庭主要成员、学习与工作经历等内容，每部分都需要至少完整填写一条信息。四、选择招生单位、考试方式和专项计划。考生应仔细阅读各省及招生单位网报公告，按照要求认真选择填写。请勿开启有网页拦截功能的软件。五、选择报考专业、研究方向以及考试科目。报考专业名称前面有专业学位字样的为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其他为学术学位、学科专业。六、选择报考点。报名过程中，考生应认真阅读各省市招办、招生单位和报考点发布的网报公告，由于违反公告造成无效报名的考生自行承担后果。七、生成报名号。考生应牢记网报系统生成的报名号，报名号是考生在报考点网上确认的重要信息。如遗失，考生可凭注册的学信网用户名和密码进入网报系统查询。八、网上支付。延招统考网报需网上支付报名费，考生应仔细检查支付是否成功，银行卡扣费即为成功支付。九、修改或查询报名信息。一、报名期间招生单位、考试方式、报考点等要慎重选择填写，一旦生成报名号后则不可以修改，如确实需要修改，需取消已有的报名信息后重新报名。已取消的报名信息不可用于网上确认。二、每位考生只能保留一条有效报名信息。三、考生应仔细确认填报信息准确无误后提交报名，并建议将所有信息保存。十、预报名和网上报名。预报名期间填写的报名信息为有效数据，完成预报名后无需在正式报名期间重复填报。十一、网上确认。网上确认时间由各省及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查询招生专业目录。研招网近期对2025年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专业目录查询功能进行了全面优化升级，现已正式开通，考生可根据自己的需求查询招生单位的招生专业相关信息。资讯多一点，意图转存。2025考研日程表收好。2025考研报名时间确定。一、初试时间2024年12月21日至22日，考试时长为6小时的考试科目在12月23日举行。二、网上报名时间2024年10月15日至10月28日。三、网上预报名时间2024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校对：刘亚静。声明：除原创内容及特别说明之外，推送稿件文字及图片均来自网络及各大主流媒体，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认为内容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七月中旬以来，网信部门深入开展清朗2024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全面覆盖直播、短视频、社交、电商等重点环节，集中力量整治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突出问题。专项行动期间，累计清理拦截涉未成年人违法不良信息430万余条，处置账号13万余个，关闭下架网站平台2000余个，有力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现将部分典型案例通报如下：集中整治针对未成年人的开盒挂人乱象，密切关注涉未成年人网暴风险，深入排查校园墙、留言板等环节开盒挂人问题，发现部分超话、贴吧等接收匿名投稿、发布针对未成年人的攻击谩骂言论，曝光未成年人姓名、学校、网络账号等隐私信息。有商家提供有偿代骂服务，部分用户传播开盒挂人短视频教程，一些用户组织恶意举报，通过批量举报的方式实施侵扰、煽动对立。
北京、河南、贵州等地网信部门深入核查问题线索，解散关闭1500余个提供怪人服务的话题、超话、贴吧，对存在突出问题的平台予以从重处罚，相关违法线索已转公安机关，严厉打击隔空猥亵等网上恶性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期间发现，一些不法分子在短视频平台借举牌拍摄、贩卖淫秽色情制品，通过一对一私聊方式，假借同龄人身份与未成年人用户频繁互动，诱骗拍摄私密照片，实施隔空猥亵。天津、广东等地网信部门及时核查网民举报线索，督促平台加大评论区引流信息管理力度，链条式打击隔空猥亵、性引诱等问题，累计关闭相关违规群组1000余个，配合公安机关查办案件70余起，深入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违规售卖问题。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网信部门督促属地电商平台深入摸排打击售卖涉未成年人违规商品问题，部分店铺提供动漫抱枕定制服务，在咨询环节发送色情图库链接，以售卖 U 盘、硬盘名义变相传播封建迷信信息，教具类商品的评论环节存在谩骂信息，煽动亲子或师生对立，一些主播分享破解防沉迷系统方法，提供有偿供号服务，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专项行动期间，重点网站平台累计下架相关违规商品4.2万余个，对1400余个店铺采取关闭、扣除违约金等处置措施。网信部门将持续深化专项行动治理成效，督促网站平台切实履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主体责任，对问题突出、整改不力的平台和账号，将依法从严采取处置处罚措施。同时，欢迎广大网民积极参与监督举报，共同为未成年人营造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近日，一则关于安牢山的视频持续引发关注，相关话题登上热搜，让神秘的安牢山再次进入了大家的视野。对此，当地紧急发布安全提示，提醒游客不要贸然前往安牢山尚未开放区域探险，以免发生危险。图源：安牢山自然保护区楚雄管护局。安牢山为何是禁区？绝壁千里险，连山四万高，形象地描述了安牢山的景象。密林重重，沟壑纵横，信号空白，当地百姓称其为死亡森林，也有网友称其为现实版云南虫谷。安牢山为何如此神秘？其实它不是一座山，而是一片横亘在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分界线上绵延数百公里的群山。安牢山的彝语意思是虎豹出没的地方，这里保存了世界同纬度面积最大、人为干扰最少、最完整的亚热带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森林生态系统，有高大乔木参天，有低矮灌木遮地，有苔藓蕨草遍覆树枝与根底，还有横生的藤萝枝蔓随处缠绕攀爬。图源：安牢山自然保护区楚雄管护局。这里位居四府，安牢山腹地山高林密，山坡坡度较大，且多悬崖峭壁，无可供正常通行的道路。这里常出现暴雨、暴雪、冰雹等恶劣天气。雨雾天气下，浓雾密闭的森林里在晚上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碳，人一旦长时间在山林中行走，偶可能因为缺氧失去意识，进而失温。原始森林中野生动物多，常有熊、豹、毒蛇等出没，即使是当地村民也不敢贸然前往深山。擅闯安牢山保护区，最高罚款5000元。事实上，安牢山部分区域已被开发成景区，如玉溪市新平县境内的茶马古道、南恩瀑布石门峡和金山原始森林公园等。这些景区沿323国道分布，游客进出较为方便安全，可以合理适度打卡游玩。但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进入未开发区域。10月6日，安牢山自然保护区楚雄管护局发布访客须知和告知书，其中明确，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进入安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楚雄州辖区。楚雄州辖区未开展参观、旅游活动项目，严禁擅自进入开展各种徒步、践行、穿越、露营等活动。未经批准进入自然保护区或者在自然保护区内不服从管理机构管理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责令其改正，并可以根据不同情节处以1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户外游玩，这些千万要牢记。
2021年11月，四名地质调查人员进入哀牢山腹地执行任务后因公殉职。经法医学检验和联合现场勘查，四人殉职原因主要是长时间爬山导致体力消耗过大，事发区域出现瞬时大风、气温骤降等原因造成人体失温。因此，登山时要时刻注意周身环境，不要涉足未开发的险路，这些登山安全须知请记好。可上下滑动阅览，勿存侥幸心理，常怀敬畏之心，生命安全第一。如有侵权，请与本公众号联系。